其实像我这样狗胆包天的人，对惊悚片一向也是敬而远之。我才不会到处跟人说，当年我看《午夜凶铃》吓得尿了裤子。然而万幸的是，就像泡入啤酒里的姜片可以稀释掉酒精的烈度一样，世上总有一些好心人喜欢把喜剧元素掺进惊悚片里，从而制造出植物大战僵尸般的效果。此类影片颇合我胃口，比如快要上映的《黑店》，第一次听这名字，我以为是《黑秋之店》，而百科上评其为中国版《惊声尖叫》。我倒不在意这些。说起来，这一次。我最关注的其实还是主演朱茵。据说当年那个《大话西游》里的紫霞仙子跑到这部戏里来，发表了自己的圣女宣言，那当真是惊悚之极。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错过。但是就在等待其上映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看了一部比它更为惊悚的电影。其悚的成分或许并不明显，但说的惊，绝对让我菊花灿烂、鼠去抽筋，外加蛋碎一地。能在有生之年欣赏到如此佳作，洒家这辈子他娘的真值了。这话还要从《西游记后传》说起。上次我说它是烂片中的战斗机，确实，它重复的武打是最大的败笔，毁掉了一个本来还算不错的剧本。但跟今次我要介绍的电影比起来，我发现《西游记后传》可爱的就像我女儿一样。首先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电影是韩国人拍的，没错。听到这儿，相信很多同学和我一样，菊花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吧？您先顶住，再看这个海报。在阵亡之前，我想问一句，这丫的都是哪个次元穿越过来的鸟人？我勒个！擦，要不是看这个紧箍咒和露出的半个金箍棒，我真想不出这跟西游记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没错，这电影就叫《西游记归来》，正宗的棒子出品，如假包换。这个创造了宇宙的国度终于对西游记下手了。我知道我要冷静，但我想说，不是我要喷你，是全国人民选我喷你。因为这个烂的没有下限的片子，我平生真是第一次看。不必说孙悟空那一头大变发型和屎壳郎式的盔甲，也不必说猪八戒和沙悟净那不知哪个地摊上淘换来的乞丐装，但是他的剧情就差点让我七窍流血。故事讲述了500年前唐僧师徒四人封印了作恶多端的牛魔王一伙。等一下，唐僧怎么会是这个形象？豹子们是不是觉得三藏法师就应该身宽体盘？我擦的喵的，这是哪个局长来客串的？还有牛魔王，你要不跟我说这是牛魔王，我下辈子也不知道这是个牛精。呀，进化真够彻底的。还有金角银角和白骨精，这形象整容整的有多屎我就不提了。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和老牛扯成一伙的。当然，这两班人马如果真打起来，我想我还是支持老牛一伙，因为我受不了这个神经质的猴子。您来听听他笑声有多销魂，你就知道了。整部影片中贯穿着他淫荡的笑声以及猥琐的动作。我从内心发自真心的想对他说，妈逼的。师徒四人将恶魔封印后，时间过去了500年，一个施工队挖出了封印用的神器，送到博物馆里研究。然后一群盗贼在盗宝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封印，并被恶魔附体，开始危害人间。我从一开始就感觉这一定是一种俗套的剧情，于是国安局就提取了师徒四人遗物上的 DNA， 输入了四个孩子的身体里，于是他们变成了孙悟空一伙，于是他们和恶魔战斗，于是您就看到了如此惊悚的思维，如此猎奇的剧情。于是我整个人都思密达了。首先，堂堂国家级博物馆的守卫竟形同虚设，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跟我朝故宫方面有过经验交流。当然，要是他的守卫严谨的话，这个电影也就无从展开了，可以理解。而当孩子们变成师徒四人后，开始加紧训练，以便早日打败恶魔。看到这群法术高超的神人居然还要通过训练，尤其是看到孙悟空试了多次才学会用气功波灭蜡烛，我震惊了。我该夸你童心未泯、勤奋好学，还是你家太傻缺？就你这战斗力，只有我的渣子，还是回三八线放羊捡牛粪去吧。我勒个擦，凤姐的王八全都比你强。你想学神功灭蜡烛，你去看看人家南帝段王爷什么叫效率，什么叫实力。当然这个大师兄再不济，毕竟妖怪都是他消灭的，那个猪八戒除了会打手枪就是个打酱油的，而那个沙和尚和唐僧基本挫到可以拿个最佳拉拉队奖，还有他们那辆吉普车坐骑，我越看越像醉游记里的白龙。至此我长舒一口气，顺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菊花，我发现他已经灿烂到美不胜收，真是璀璨无比啊。他们不仅剽窃中国文化，就连岛国动漫也照头不误。当然
文化人的事能算偷吗？我们还在山洞里钻木取火时，人家棒子的航母都他喵的上天了。我自认为是个民族宽容感很强的人，但当我看到电影中新闻联播播音员说《西游记》是韩国遗产的时候，我的蛋彻底碎了，华丽的碎了一地。我感觉自己的智商就像被十几个凤姐给轮奸了一样。此刻我非常想往首尔扔一颗原子弹，我恨不能立刻打电话给金将军问你呀到底何时发兵，因为再不发兵，人类就阻止不了这群要逆天的棒子了吧。差狗血的台词，神经质的表演，如此让人钢管直立、汗流浃背的惊悚神作，也只有朝鲜半岛南部这群脑残土著居民拍得出来。他带给我的冲击力，我想不会亚于《死神来了》《咒怨》外加《午夜凶铃》之总和，更不要说我等了很久的朱茵的黑店。在最后牛魔王大战孙悟空时，我还意外的发现了个 bug， 老牛手下有四大金刚，激战正酣时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停下数了数，他喵的怎么成五个了？我擦，麦斯还带邓一的。当我看到孙悟空和唐僧最终因日久生情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时，我不禁尿流满面。我135度角仰望天空时，想起了朱茵当年那句经典的台词，我猜对了结局，却没有猜对过程。对于这句让我铭记在心的台词，我想不出更多的更好的祭奠方式，只是期待他在新电影中的表现。而对于棒子的这部名为科幻实为惊悚的西游记归来，我唯有真诚地送上三个大字来结束此次点评。麻痹的